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教一个一个的种类的有机化合物。第一个叫做是所谓的烃类。什么叫烃类？这个有机化合物里面只有碳跟氢的，只含有碳跟氢的叫做烃类。我这里跟你说，烃念作烃啊，这个是造字来的，就像造来的，碳里面的火加氢里面那个，就像这所谓的烃类，都是造字来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叫它烃类，碳跟氢嘛。可是这是我们一般人这样子念，我们一般人都念叫做烃类。可是事实上，按照教育部的字典里面说，它应该念作氢，应该念作氢，所以要念作氢类，叫氢类。OK， 碳跟氢，只有碳跟氢的叫做所谓的烃类。这边又写什么烷、硒、缺、苯，你看完就算了。我们国中只教烷，没有教硒，没有教缺，没有教苯。我们国中只教烷，而且只教链状烷。烃类的特征是一不溶于水，基本上烃类就是我们刚刚叫的烷类是不溶于水的。第二个，烧出来的东西又是二氧化碳跟水，因为碳烧完变成二氧化碳，氢烧完变成水，所以燃烧产物就是二氧化碳跟水。然后呢，这有一个分六，分段分六，石油里面分六会得到很多产物，什么汽油啊、柴油啊、什么油，这些都基本上都是烃类的混合物。这个分六卡我们未来会再教一遍。这个分六卡的重点有几个，第一个，它就跟蒸馏一样，但它是分段蒸馏，所以它也是利用沸点不同把物质分开。第二个，它是分段，所以它并没有很确定的沸点几度，所以它出来的物质是一个混合物，出来物质是混合物。第三，这个卡很高，越上面就是沸点越低的，越下面是沸点越高的，所以上面会气体，中间会液体，下面会是固体的。固体的就是这几件事要了解，我们未来会再提一次叫分六卡。目前学习的重点是这些什么汽油、柴油，这些油都是什么烃类的混合物。烃类的混合物，烃类呢有所谓的链状烷，就是碳排成一条，比如说甲烷、乙烷，这个上面涂的丙烷，这个碳，黑色的就是碳，排成一条线，这种叫做链状烷。还有呢，会绕成一圈的，绕成一圈的，比如说什么环基烷、环物烷，图上面写的是环丙烷，三个碳绕成一圈的，当然叫环状烷。我们国中基本上不教，国中基本上不教环状烷，我们只教链状烷，只教链状烷，烷类。链状烷的通式叫做 CnH2n 加二 ，n 大于等于一。为什么？我有碳，每有 n 个碳，有 n 个碳，每个碳都会去接两个氢，每个碳都会接两个氢，所以 n 个碳就接二 n 个氢。然后头尾再各多一个，所以叫做 2n 加2，所以叫做这样，所以它通式叫做 2n 加2，然后 n 从1开始算起，所以比如说 CH4 2乘1加2 4 CH6 2乘2 4加2变6 CH6 就是通式。对，烷类我们是链状烷通式就长这样， CH2n 加2 n 大于等于1，然后这是英文的写法。中文看碳，一个碳叫甲，两个碳叫乙，三个碳叫丙，所以这个现象叫什么什么？现象叫做甲烷。CH6叫做什么？乙烷。可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只除了只有几个？八个。你把不了。甲乙丙丁戊己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总共只有十个，所以超过十个就叫十一碗、十二碗、十三碗。甲七碗面积 ，OK， 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超过就是十一碗、十二碗、十三碗、十四碗，就叫甲乙丙丁。那中文命名，叫中文的命名就这样命名的 ，OK。所以第一个通识了解一下，第二个重点是中文要知道怎么念，给你写看出来是什么东西，数碳就对了。一个叫甲，两个叫乙，三个叫丙，以此类推。好，碳素少的烃类是气态，像这个气态多一点的就液态，更多一点的叫做固态。
老师，你这个耐烷 C10H8 并没有超过18个啊，那个是因为耐烷的构造不太一样，这个我们国中也不知道，你就当作没看到就好。啊，你只要知道说烷类可以有液态的、有气态的、有固态的，基本上是碳少的就是气态的，然后碳多的就是液态的，更多的就是固态就可以了。好，甲乙丙丁都是气态，甲乙丙丁都是气态，然后你就开始背这个甲烷 CH4，它是天然气。你们家如果是那种在你们家门口贴一张纸，跟你讲说用多少个跟人家要钱的那种，就是用天然气的，里面的主要成分是甲烷，还有一些乙烷。好，就说它甲烷就好了，就说它甲烷，天然气的主要产的原料就是甲烷 CH4。然后呢，它里面就是做燃料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好，这叫甲烷。第二个叫做丙烷。丙烷 C3H8， 你们家如果是打电话到瓦斯行，请他送瓦斯来的，这就是这个丙烷，液化石油气，主要成分就是丙烷。好，里面还有一些丁烷，但是主要是丙烷，考试说它丙烷就好，丙烷。那好，它就是液化石油气，装在钢瓶里面送到你家里来，液化石油气。所以你就备好，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谁？液化石油气。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。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成分是谁？丙烷。还有一种可能会有人问叫丁烷，丁烷是什么？丁烷就是那个美女牌打火机啊 ，Seven 里面卖那种打火机丁烷。还有你们有那种家里有家用瓦斯炉、小瓦斯炉那种一个罐子那个罐装那种卡式瓦斯炉的，那个装的就是丁烷。你会写丁烷的化学式吗？不会啊。CnHn 加二。CnHn 加二，甲乙丙丁要四个碳，所以叫 C4H 多少啊？那叫做丁烷 ，OK。所以请你背好，就是背就对了。背，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叫做甲烷 CH4， 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成分是丙烷 C3H8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？没有，很好。